哎，你怎么买东西不付钱呀？我没买东西啊，就刚才在前面那超市啊，你买的零食和饮料啊。胡说什么啊，我根本就没买东西啊。不可能啊，就是你啊。怎么感觉这个人有问题啊？妈妈明明都没有离开过。你认错人了吧，我压根就没有往那边去啊。啊，我可能认错人了，不好意思啊。哎呀，什么人呀、啊，志晨呢？志晨，再叫我揍你！赶紧走！走！哎，小朋友，你抢我包干嘛？是他们让我这么干的。哎，你们怎么回事啊？你们怎么教育孩子的？信不信我报警啊？这怎么回事啊，小朋友？你家长不要脸啊！叔叔，对不起，刚才那两个人我不认识，他们是坏人，想把我拐走。啊，原来是这样，那你直接喊救命不就可以了？你抢我包干嘛呀？我怕没人相信我，他们还会打我，所以我才抢了你的包，是想让你帮我报警。小朋友，你太聪明了，没有什么比你的人身安全更重要的。我现在就打电话帮你报警，然后再联系你的家长。